名人传读书，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从读书当中啊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好处跟什么跟乐处。那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尤其我自己啊，很深刻的体会到说，当有些在书中里面呢、啊，可以读到很多一些意义，那重新做启发自己，也给自己力量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如果做错事，我爸爸就把我关在书房。那时候不见得看得懂，但是在书房里面没事做呢，就什么呢，就看书嘛，翻书，就养成我一生啊这个阅读的这种习惯。当然后来我现在压力很大，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现在是不仅是阅读，我还写书，所以我写了30几本书。我希望借由书啊，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，让大家跟我一样从书中啊得到知识跟力量。